全台湾最大型的除夕夜特别节目，在这回邀请到的国际嘉宾是谁呢？总主持人露露黄露子英在日前透露说，有一组是来自于高纬度、国籍混合，而且严重厉害的团体，引发网友众多的联想。而如今这组超强卡司也正式曝光，就是他们。国际嘉宾究竟是谁？究竟多大咖要来参加全台最大型除夕夜特别节目？这可让主持群们吓到眼睛下巴都要掉下来了，还是要来点提示吧。这个提示够明显了吗？大家有猜到了吧？今年的国际嘉宾是谁？有没有符合露露先前透露的三大特点？高纬度、国籍混合，而且还灰熊厉害。是女团 Le Sserafim 自2022年出道以来都还没来过台湾，现在他们的第一次就将献给这个特别节目。届时势必再掀起另一波韩流旋风，陪歌迷们共度除夕佳节。就这么报道。